今天呢，讲一期那个华山江，华山江啊，华山江也华山江也行，怎么讲？然后呢，这个华山江有什么用啊？它根部啊，还治胃疼、胀闷、噎膈、吐逆、腹痛、腹泻啊，还治风湿关节疼，是可以治这些的啊。它那个功能主治啊，散寒止痛，比如说老人风湿，你拿它的根部呢，拿来用火烤一段时间，让它出水出来，然后你再擦这个脚跟这边的话，它的那个风湿啊，很快就会好了。它入药部分呢是它的根状啊、根状精快入药啊，有温中暖胃、散寒止痛的一些功效。所以说散寒止痛啊，无非就对风湿这块是挺好的，特别是老人，很多老人在农村里面啊，他们不愿意用那个西药，然后会找华山姜这种东西来擦他的风湿、他的腰痛还有他的那个关节痛啊。然后呢，它的性味呢是胃比较辛，性是温的。然后它的功效是健胃散寒啊，平喘止痛。主治呢就是胃痛啊、风寒咳嗽、风湿性关节炎、月经不调，还有跌打损伤啊。它是有化学成分啊，就是说它的种子，我刚才给大家挤的那个红色的那种子，有挥发油约，就挥发油呢有0.6%啊。然后那个油中呢主要为丁香烯，还有就是桉油精这样的一些化学成分。我们现在这么说呢，就是说胃痛你可能不会去用这个东西啊，那风寒咳嗽你肯定也不会用，但是风湿关节痛、跌打损伤呢是经常要用到的东西啊，就比如说你干活闪了腰，或者就是你得了风湿，但像我这个年纪应该不会有风湿的哈，老人会喜欢用，就我们村这边就有老人会用这种东西啊，就华山姜。那本期呢讲的是这个华山姜，有人不懂啊在下方评论啊，我们下期再见啊。